一直听为为嘿笑话啦哈。那么有影看到大家上完初级班，啊，搁肯来上高级班，表示恁拢对咱台湾有负担，有想要替咱台湾做代志，啊，这啊咱家家己鼓掌的咧，嘿，欢迎大家做回来，哈，好。啊，那么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搁真唔对呢。那个台政是台湾主权地位，好、哦、改一下哈、哦。好，不要紧。啊，无我先来讲一个笑话啦哈。即、哦、马这个台湾地理当局这个局长做个 long stay 哈、哦，啊嘛做个出去视察。那么有一届坐直升机，带行政院长，啊，加一个白副总统，白副总统你捌啦吼？即马坐直升机，哎，江宜桦这个院长就讲，啊，我身躯有一万块，我若甲分做十包红包甲弹落吼，下骹人若捡到，哦，一定拢。这十个一定很高兴，白副总统说，嗯，那我哦，我包做两包，较大包，哦，五千五千，但是捡到那两个一定很高兴。啊，那么这个马英九就认为说，嗯，政府哦，我搁添，我拢用五千，我提五万包做十包捡落哦，大家一定欢喜甲变过。结果，迄个塞直升机的吼，回头过来甲马英九讲：“你哪会无爱家己包做一包吼，啊，蹲跳落吼，全台湾2300万人拢欢喜。好，啊，这开始我要讲的题目啦吼，台湾主权地位探讨。”那么这里面一些参考的资料，我们秘书长所出的书，尤其新台湾论，啊，跟我们的民政府的官网，啊，台湾海外网，自由时报电子报，我为这收集一些资料。那么这五万大家做回来，做回来写历史，写台湾历史。那么首先我就要介绍我自己了，那么我本身民进党拄啊成立的时候，我就加入吧。迄阵大家要心内拢要搁有惊吓，啊，我囡仔迄阵也拄啊生出来，拄啊都阿袂晓惊，啊，所以朋友拢甲我笑，甲我往那甲我警告，潘阿你是咧笑，啊你安怎无惊要嫁人妻啊哟？啊，但是我都对国民党吼。真反感，所以我嘛是甲加入。但是真可惜，民进党不长进。伫这个徐明德甲柯信良做党主席的时，徐明德讲要军马撤军，吼、哦，啊要跟国民党啉和解咖啡。国民党你会知影讲，二八甲咱的三万的精英拢抬掉，啊，伊无来甲咱回击的。啊！咱热脸要去替人个两屁股，要招人啉和解咖啡，伊也无甲咱背相，也无甲咱回事嘞。啊！咱主动要去牵伊啉和解咖啡，一杯咖啡我啉袂落。啊！柯信良做董主席讲要大胆西进，吼、哦，甲台湾个资金、技术、人才，吼、哦，拢去甲中国教到会晓做物件了。回销回来攻咱台湾的厂商，哦，所以我阵对这两个党主席做这个工作哦，我无认同，所以对政治一直冷淡。我无外久才看了一个建国党成立啦，哦，啊，这目标明确，我都带到牌吼，深读的。我听了这目标明确啊，这若无来加入这个建国党，那人会艰苦。哦，啊，就准随加入了。
我不无两年，因为这个建国党，因为党的水准真高，拢总是师资辈，拢是教授、老师、工程师、医师、律师、毛法师，吼、哦、啊！所以伫安尼种，民进党煞会惊，因为民进党的支持者拢较中下阶层，吼、哦，年纪较大。所以你讲三高、血压高、年纪高，啊，佮血脂肪也高，即款呢？啊，讲二低、学历低，好啥个？啊，这是中国国民党要甲咱台湾人要甲咱笑、取笑的对啊。啊，所以民进党本身也知影讲这个状况，所以伊用人头党员去加入建国党，啊，一定改选一寡干部改选改了了。啊，这就是民进党伊为着伊家己党的利益，无顾着台湾人、台湾的前途，甲建国党顶甲消灭去。吼、哦，啊，所以建国党干部换人了吼，都无啥物作为，就准伫台湾一直消失哩吼、哦。啊，那么我着我有魂无体通活，啊，我着都毋知要安怎呢？所以准认真种我的树啊吼。哦我都爱生球啊！哈，啊，到有一天，我伫高雄市哈，啊，我每天爱去屏东我的农场上班。啊，迄阵拄啊咧2006年咧做高雄捷运，啊，捷运中正地下道煞崩去啦，所以阮爱走电管。啊，怎走电管吼？我逐天路过吼，拢会看到一支支啊。伫个5/1路1号，吼、哦，伫个门口啊插十几支，啊，我迄阵看了这支，我想，哦，这美国的直销总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所以插这支旗啊。唔知道这是咱秘书长伫高雄选市长伊的旗啊，伊主张讲台湾是迄个美国军事占领的所在，啊，我也唔知哦，逐天有遐过。一直到有一天看报纸，小小的方块，秘书长有牵这个机啊，阁有电台频率，啊，阁有讲迄礼拜拜六暗时啊，7:30要伫武庙的广场演讲。我心机甲准听，哎，啊，这日军的声呢，吼、哦，我听阁会哈，所以迄礼拜我就原来真早了，7:30以前我就去，去就拢咧分这个小机机啊。现在一个秘书长去你演讲吼，哦，那个气节都像阿扁在选2000年的那个流亡总统同款，哦，我嘛听啊足爽的，我本来拢练伊啊，为讲好机啊会加，欢喜个，足多答案就是伫秘书长的演讲得到，吼、哦，啊，佮伊出的册，吼、哦，我买的册来看，哦，有够欢喜，台湾终于有这条路通来行，准备台湾会出头天。为迄天，我练起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热度，搁热开烧开。为迄天烧39度，到今嘛还袂退烧，哎，唔到烧歹样。好、哦，所以我真幸运拄到咱秘书长哈、哦。好，那么咱过来复习一下咱台湾主权地位的现况。台湾是因为1945年9月7日。麦克萨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表民军，哦，来台湾占领台湾哈。迄是代表民军咯哈，甲日本人的武器拢收起哈。但是伫1949年年底，哦，中华民国大败退，国共内战一输哈。迄个来是武装难民非法入侵入台湾咯。哎，台生，我这个版本好像旧了一点哦，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日期比较新的版本？哎，好、哦、啊，所以这里以前哈、哦，咱来看国家的修正。比如两伊战争，伊拉克跟伊朗会产生很多难民，那难民拢会倒去伊个
邻近的隔壁国家，啊，去要求隔壁国家甲保护，吼、哦。但是你若到边境，就拢用缴械，你袂使扎武器入去。但是，你看中华民国1949年撤退，拢扎武器来，吼、哦，步枪、机关枪，哦，拢无人机拢排卖过来，哦，无人机用晒啦。啊！你若想像安尼，咱迄阵武器拢炸到迄个没收去啊！咱台湾人无武器，所以二八事件发生时，咱起来甲伊抗暴，咱战输哦，因为咱无重武器。已经换过了吗 ？OK。哦，所以一起非法入侵台湾甲澎湖。那么你个注意看，哇！这台都跳下来。2013年，吼，去年8月抵达叙利亚的难民，哈，叙利亚即卖因有叛军咧，咧跟即卖政府军咧修建，因伫这个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哦，设难民营，这是联合国救难总署，这个 UNHC 啊，就是联合国总署。因所起的帐篷的这个难民营，吼，因遐难民是住这款的。但是中国难民来台湾，台湾人爱甲起厝好大。第一个起的是乌下厝、尖厝顶的，吼。你若看到什么新村、什么新村，有无？那讲到新村，哦，凤尾新村、海光新村，什么，哦，都各只，哦。大鹏新村，好，迄东西只要新村就是难民营。但是咱第二届起，就搁起较好，就变起大楼好大呢，拢台湾人起好大。你注意看，全世界最豪华的难民营在北高两市。好，来，咱来看，这个是大安森林公园台北，起这拢头20层楼，拄好伫个建国南北路的迄个高架桥吼边啊，拢起大楼好大。啊，边啊就是大安森林公园，台北市最大的森林公园。过来，高雄市左营区翠华路，哦，这嘛就起到要20层嘞。啊，边啊有几万平啊，迄个广场一定好因耍。嘿，啊，都敢那豪宅嘞吼，这拢起甲真水，这是最豪华的难民营。全世界无人安尼，一般难民营拢大天道的，哈、哦，都敢那。咱台湾人爱起两间厝好大，吼、哦，家厝啊歹啊，啊个起好厝好大，吼、哦。好，过来咱来看有关台湾地位的国际条约、法律还是宣言，也未接咱来做一个比较。第一就是下关条约，这是大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两个国家所签的国际条约，哈、哦，这是国际条约。过来一个国际条约叫做。旧金山和平条约，哦，这是有48个国家签署，48个国家送回国会有通过，哦，有48个国家，这嘛是，这个对咱台湾这两个条约是拢国际条约，对我们台湾的国际地位最有权威性的，哈、哦。过来的卡，过来这个台北合约，哦，但是旧金山是台北合约的母约，哦，啊，这个。台北合约就是日华合约哈。在1972年，因为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以失效哈。台北合约失效。过来更低的层次，台那个美国台湾关系法啊，这是美国的国内法，只是国内法，这个就不是国际条约啊。前面三个是国际条约，但是日华台北合约。已经失效哈，过来开罗宣言，这根本不是宣言啦，这根本叫做开罗谎言哦，这种敢骗，这根本是一个新闻公报呢。但是这个新闻公报有效不？那因欧美，因较有讲诚信，因若讲出嘴的尊威，就是以后战后伊要实施开罗宣言，所以波茨坦宣言的是。他就说：“我们将来要实施开罗宣言。”你看，因
有按算要实施，虽然无人签字，但是讲出来就遵守啊，所以也是有效啊。但是尾也是安那无效。当时罗斯福总统有跟蒋介石讲好势，战后那甲日本打败，要甲台湾平和，还给中华民国。但是你中国，恁袂使去对外扩张，去侵占人的领土。但是伫1950年的6月25号，南北韩战争发生，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几百万的解放军去帮助北韩来打南韩，这违反当初美国跟中国的协议，所以美国从那阵开始，两天后，1950年6月27号，那阵就换杜鲁门来做总统，伊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台湾地位未定，为了开始就按算无要甲台湾骗哦，搁向我中国啊，所以咱来做一个小结论，台湾真正的国际地位是日本天皇所属，简称日属，美国军事占领，简称美战，日属美战是安尼，好 ，OK， 二，过来，来看。美国军事占领台湾有哪些法理的依据？还有哪些迹象可以有迹可循？好，咱来看。第一，好，咱都要必须有讲，美国在台协会 AIT 内湖新馆的意义。好，咱来看，占地差不多20000坪，好，差不多7家地，花费大概新台币62亿，好，这全球最贵的，啊，这是账面上62亿。其实还有很多机密设备，敏感的军事设施，账面上是62亿，这已经是全国最贵，而且这个也是所有的与中华民国有邦交的国家，不是有邦交，所有的国家在台湾设大使馆啊或领事馆，真正自己去的，其他的那些小国家都用租的，做办公室呢。就干那这个哦，租土地佮开钱落去的，就是美国这个花费最贵。虽然不是最大，但是花费最贵。最大的是伊拉克使馆，伊拉克是因为那个激进派的伊斯兰的组织会用汽车炸弹冲一拢，所以美国以内的伊拉克大使馆足大，腹地足大，分外围区、中围区、内围区，啊路佮你做弯弯。火力不要都直线加速去个冲啊 ，OK， 好，内部建材全部美国进口，他就怕像当时在那个莫斯科哈苏联的时候，用当地的工人用当地的建材，结果那个建材里面被苏联放了很多监听的设备，所以那个后来那个房子全部打掉，从美国运他的建材哈，就是从美国进口建材。而且这个不止那个建材是进口，连工人哈内部的机密设施，通通是美国人自己在组装。在台湾的工人只是做外面的外围的那个围墙，啊，这是工地。你看他的工地，他都把这个用帆布遮盖起来，不让你看到里面在做什么工作哈。好，啊，这是这个完工之后的。预想图哈，好，租期是99年加99年，完工以后将要进驻800名的那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哈，这个跟中华民国目前的这个治理当局哈，台湾治理当局已经有默契了哈，这根本是一个新的总督府的架势，好，是东亚防卫通讯电站指挥中心。很多像我们在新竹乐山有一个普鲁爪雷达站，从那边征收到中国那边的军事情报，都会链接到这里，还有美国太平洋总司令部。好，我们来看一下防御性公投。阿扁在2004年1月16日宣布举行防御性公投，公投的内容事先要给美方看过，为什么不用给英国、法国等国看，就单单要给美国看过。
而且美国也一直反对台湾陈水扁办公投，尤其是统独公投。哈，那么阿扁算是很聪明，他就挑了这个防御性公投。这个防御性公投，我要发展武器来防卫台湾跟澎湖，美国找不到原因来阻止，所以有让阿扁公投，哈，可是没有通过，哈。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什么事都要美国来介入，哦，来主导，还有可不可以都要美国说了才算，哈。好，台湾如果有难，美军就会来救援。OK， 我们来看一下2009年8月8号的莫拉克风灾，马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不接受外国救援。用钱来的啊，人免来。你看这人我爱钱，哦。那么其实伊是有意思，要给中国解放军借莫拉克风灾这个机会，要入来台湾，迄个入来就袂走啊，吼，哦，迄就麻烦了。但是美国伫台湾有2000几个工作人员，因嘛得到这个情报，吼，哦，所以美国国防部，吼，哦，虽派军机军舰运送救援物资来台湾救灾，没有经过台湾治理当局中华民国哦马英九，伊话要来就来，因为这是伊的军事占领地，哦。啊，哦，你看这C-130哦立式型运输机哦，在一挂防水部哈，哦，来台南机场，过来美军的这个两栖舰艇哈，带直升机哈，啊，这直升机会当吊挂怪兽哈，吊挂专猫啊，去那小林村呀，莫拉克风灾灾区去啊救灾哈。你看，啊，这军机嘞，军舰敢会当随随便便来到人的领空领海？袂使呢哈。你记大概1年多前。这个叙利亚有一架迄个土耳其的战斗机，吼，不小心可能有误进到领海了，还没有吼领空了，安尼就迄个叙利亚用飞弹甲拍落来，好啊，所以你看，美国要来台湾，拢唔免经过中华民国同意，伊家己发要来落来，而且美国甲中华民国讲，我要来救灾。那么你们台湾的救难的这些救难，我们有一个叫做消防局哈，一类的。你们跟我美国的对口单位是美国救难，不是我美国国防部。以前美国要去共救灾，拢是美国有一个美国救难总署。在这里发热，啊，拢用民间的无人机在载救难物资。哎，那这个来拢是军机，啊，拢国防部，就是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地，啊，美国军事政府的头家顶管就是国防部啊，所以是国防部在发热。所以中华民国的救难单位爱跟美国的国防部做对口单位，不是美国救难总署哈。好，啊，这个可以印证哈，美国仍然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 A， 台湾之主要军事占领全国这个身份啊。好，军机不可以随意进入他国的领土、领空哈，所以立马不通报，没有经过同意就会被飞弹打下来哈。OK， 好，我们来看2012年。5月20号下午，美国军机再次降落在台湾，啊，这是一个行政专机，啊，这个737-400型改成的美国空军行政专机，这载什么人来呢？啊，美国派遣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罗斯雷廷纳，啊，率领国会议员团来台湾祝贺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局长的登机典礼。
啊，你注意个看，这登基典礼是早时啊十点，但是因下晡才来。啊，这就敢那讲，咱咧办喜事，请人客，哦，嫁娶祖囝吼。结果咱请中道的，啊，人客下暗才来，按什么意思？就即个人客无咧个咧信到你这个主人，对你介无礼貌，看无起你。哦，美国啊，你这都我的局，台湾地理当局的局长呢？好，过来，美国撤侨进入台湾，自设海关，这是2011年的啊，3.11日本大海啸地震大海啸啊，发生福岛核灾，啊，美国在3月18日就撤侨来台湾。那么最先撤侨，最上惊死的中国人先撤侨回国，法国人嘛撤侨等于呢欧洲的本土哈。那么真奇怪呢哈，啊，美国你要撤侨，那也无要撤去你的属地关岛，啊，是你的夏威夷州，啊，那撤退走来台湾，哦，这印证哈，你甲看，足奇怪哦。美国的 AIT， 哦，美国在台协会，因的工作人员，前几刚宣布停止所有美国签证，停止办理，因的人员拢走来。桃园国际机场，家己设海关，底下咧验证因的美国公民，因的美国主人买入来台湾避难。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什么意思？他才是真正老板呐！你中华民国只是美国委托的一个哦下属的单位啊代理而已哈。那么。海关是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你如果要去的，你要去的那个国家，你要先在那个国家住在你那国家的领事馆去申请签证，拿到那个签证，包括你的护照，才可以进到那个国家。好，那么流亡政府的海关欲握有，注意握有，不是拥有，不欲握有。台湾主权的美国无权对上司来执行管辖权，哦，这个握有很多人可能搞不太清楚，台湾的等于说所有权状被美国监管着拿着，但是上面的名字还是日本天皇，哦，所有权状上面的名字等于还是日本天皇，但是等于抵押在美国手上，好。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在街上看到男女朋友手拉手握有哈，但是不一定是拥有，因为那个女孩子不一定会嫁你，男孩子还不一定要娶你，哈。这是握有不代表拥有哈。OK， 那么。美国是主人，随时要回来看门狗，哦，这个台湾治理当局中华民国无权审查主人，对不对？如果我们回到我们家里，到门口，我们是不是钥匙拿来就打开就进去，不用问我们养的那一只狗说狗狗我要进去可以吗？不用问嘛，哈，哦，这个很简单哈，哦 okay。好，那么台湾关系法的第二条 B 之六。还有 C 规定说，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或者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这个就是保护台湾啊，美军保护台湾的法律依据是这一条。当然，这个保护就包括保护到流亡的中华。民国的难民，这也是美国是台湾澎湖主要占领全国的权利跟义务啊，这是他要尽的权利跟义务啊。好，那么我们来看1996年台湾海峡发生飞弹危机哈，美国克林顿总统马上派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来介护台湾啊，一艘在北台湾，一艘在南台湾哈。那么这是美国总统克林顿
依照台湾关系法才有权来派兵，就是刚刚讲的那一条，台湾关系法。啊，这不是来远足来游来玩的，那个整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天空的飞机啊，预警机、战斗机都要做保护圈，下面还有潜水艇，海面上还有很多护卫舰、战斗舰，哈，要花很多钱。可是不用我们台湾人去跟他要求，台湾有危机，美国总统要依据他的职权，马上要派两艘航空母舰来台湾啊。当时就是1996年的台海危机，就是因为李登辉在讲去那个康奈尔大学演讲啊，而且那时候又要选第一次的直接民选的总统，李登辉在强调两国论哦，阿公阿的 keep 退兵，就对基隆外海哈划设一个禁制区，高雄外海划一个禁制区，等于是封锁台湾的港口。台湾啊，我们的外销就是靠这两个港口在进出口，我们的经济命脉，我们粮食，我们自给率只有32%到34%，丰收的时候34%，欠收的时候可能只有32%，等于说只有1/3我们是自己可以供应，1/3从国外要进口。我们如果被封锁，大概半年，我们内部粮食就吃完了，到时候。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大概本来可以吃3餐，现在只能吃1餐、啊、台湾人就为了争粮食，我看就要内乱了。所以这两个港口被封锁对台湾是很大的威胁，所以美国就会派出航空母舰出来，而且那时候他也射飞弹，但是美国那边的情报就告诉李登辉说没有关系，那些都是空包弹。好，这是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哈，在1996年台海危机，他们来这边等于是向中国示警，你不可以太过分，哦，如果你非但不小心真的打上台湾的土地啊，就是等于对美国宣战了哈。OK， 好，美国其实是常进人啊，台湾当局的总统。不管是两蒋了哈，李登辉呢，陈水扁、马英九都要看美国的脸色，啊，美国对台湾治理当局说三道四，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数，哦，我们来看2000年阿扁第一次当选总统，5月20日，啊，阿扁在就职演说说四不一没有，这个是因为受到美国的操控，还有他的指导，当时我们这边深绿的哈。台独派的很高兴，哦，终于台湾人出头天了，选上总统了，我们就等着要听他就职演说会说什么。可是让我们很失望，他一说四不一没有，啊，我拢得奖呀，有够失望嘞！全世界无一个总统就职去哩讲，啊，我这不爱做，这不爱做，那不爱做安尼，人去拢嘛讲，我要做这，我要做这，给咱国民吼。哦，大家吼，富如大赚钱，身体健康平安，啊，治安也好。干那陈水扁去哩讲，我这不爱做，那不爱做。啊，咱来看讲，伊到底是讲啥话？吼，四不一没有是讲啥？啊，第一，不宣布台湾独立；第二，两国论不入宪；哈，第三，无要举行统独公投；第四，不变更国号。第五，没有会统一纲领国统会的问题。为这来看，哇，不，啊，就选一个放屁总统了，这唔做，那唔做，哦，啊，所以台湾有够失望的。为这看，你就知影讲，这就是许美国操控指导，你爱搞公家做保证，哦，过来。委任占领的授权书，在1979年之前，美国承认流亡的中华民国，但是1979年1月1日，美国与流亡中华民国断交，断交以后，美国的国会马上制定台湾关系法来代替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其本质
为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授权书。以前蒋介石、哦、他在台湾做台湾治理当局的那个局长，他是因为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来的、哦、然后一直传到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那个已经断掉了，所以美国要马上订一个台湾关系法来代替委托占领这个授权书、哦、而且改成台湾治理当局，不可以再称中华民国、哦、但是刘邦政府、哦、还继续统治台湾。李登辉跟陈水扁总统也是哦，他是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不是台湾国的总统、哦、好，到了2008年年初，玉山四号的政经兵推，那时候那个马英九已经当选总统，还没有就任。那么阿扁有邀请马英九参加这个玉山四号政经兵推，可是马英九拒绝哈。但是那时候 AIT 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杨书立与美军官员却已经坐云豹甲车进入横山指挥所观察。好，你看美军官员，这个玉山四号政经兵推，还有横山指挥所，横山指挥所是最高阶的指挥所啊。而且这个玉山兵推为什么可以让外国的军官进入去观察？其实这个观察是讲的客气，根本是视察，上级单位美国的军官来视察你的兵推推得好不好、哦、这可以是上级指导单位来视察、哦、好，那么我们来看被美国下令涂销中华民国国徽的各式军事武器、哦、这个我们常看的、哦、这个本来都有国徽，中华民国国徽都被涂掉了哈，还有飞机上这个被涂掉，但是依稀还可见。好，为什么会被涂掉？就是美国国务院他自己说，恐怖组织有三个要件，哪三个要件？来，第一，不是国家；第二，拥有武器；第三，在当地征兵。好，那我们来看那个宾拉登，他不是国家。宾拉登用他，宾拉登拥有武器，哈，还有宾拉登用他的那个伊斯兰教义，哦，激进派的那些教义，来诱惑那些回教激进派的人来加入他的开打组织，啊，等于是替他当兵的意思。啊，这三个我们来看，中华民国也不是国家。中华民国拥有武器，而且还是你美国卖给他的，大部分中华民国在台湾征兵，啊，这三个正好都符合恐怖组织三要件，所以我们秘书长就提出抗议，说你如果说不把他那个国徽去除掉，我要再告你，所以就被美国下令把那些国徽统统涂掉。那么陈水扁在卸任之前有试射飞弹，马上引起美国关切。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国王新闻啊，周刊的报道，陈水扁总统在卸任前一两个月曾下令试射一枚中程飞弹，马上引起美国的关切。一名国务院的官员就特别赴台湾国防部来查证。好，我们来看那时候国防部长叫做蔡明宪，他说美方对台湾试射飞弹感到关切。一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隔一个礼拜就到他的办公室问他有没有试射飞弹，蔡回答说只试射而已，还没有生产。他同时还向美国保证台湾的飞弹只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啊，全世界都奇怪呢，讲得啊无来来，吼，毛尖尖无尖，讲我要防卫呢，不要攻击。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卫嘛，哦，阿力哥讲波尖攻，只防卫不是攻击，哦，啊，这不是很矛盾吗？哦，啊，这只是讲，如果不是受美国的辖制控制，他为什么还要跟他保证？我这最好看的呢，
不被跟台。OK， 好，好，我们来看受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日本、台湾。哎，听多，你把这三个加起来，就是大日本帝国。好，大日本帝国就是包括这三个地区嘛，哈。好，那我们来看管制的内容。好，第一个，飞弹的射程。刚刚你看，在台湾，哦，陈水扁在发展中程的飞弹啊，就被关切。那么韩国也一样，韩国当初美国只答应他可以做300公里射程的飞弹，哦，一直到去年才开放可以做800公里的飞弹，但是弹头只能300公斤。那你如果弹头可以装在500公斤的，你就只能大概500公里，啊，那就是包括射程、包括载弹量都受到控制。再来，核武器的研发，你看这三个国家都没有核子武器，都没有原子弹，没有氢弹，但是他们都有能力制造核子武器。只是都受美国管控，你不可以做。那么日本现在他们武器级的布，它的储存量可以，如果美国答应让他制造 核武器的话，他可以制造2000颗的核子弹。哦，这很厉害的哦。日本只是受到控制，美国控制而已，他不是不会做，但是美国容许他储存核武器级的布的这些原料。好，再来我们看暂时军事指挥权。以前韩国的韩美联军平常的时候都是韩国军的司令在发号司令，但是一到战争的时候就是美军的司令起来发号司令，这是叫做暂时的战争时候的指挥权。那么原来他们预定2014年，就是今年4月份，就要把暂时的指挥权从美军司令手上移转给韩国军，结果就在1年多前，大概快2年前，发生天安舰事件，就是韩国的一艘巡逻艇被炸沉，莫名其妙，不晓得被谁用鱼雷炸沉。所以那时候韩国就又向美国要求延迟把那个暂时的指挥权交给韩军的司令。所以你可以看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受到美国军事管制，为什么他们这些都核武器也不能做，指挥权暂时指挥权也没有，飞弹射程也要受到控制。 OK， 好，我们来做一个小结。美国是法治的国家，一切都依法行事。那么美国的总统也受国会法院监督，不敢违法。美国国会所立的法，美国总统要依法行政，做不好后面有一个法院会监督。好，国际社会都了解台湾真正的地位，只有我们台湾人就像井底之蛙，搞不清楚状况。 OK， 那么以上种种迹象证明美国一直在管辖治理台湾，美军从未离开台湾，一直在占领中，只是现在的美军是穿便服，他在各重要的雷达站、监听站都是美军穿便服在执勤。 OK， 好，那么我们来参考其他国家自治建国模式来做个探讨。好，古巴建国模式，美国跟西班牙在1898年4月25号宣战，不到3个月西班牙就打败，所以他们在12月10日签巴黎合约，放弃古巴，这跟台湾很类似，割让波多黎克、菲律宾、关岛给美国，然后美国协助古巴在1902年的5月20号让他独立。刚刚秘书长也讲过，
美国很后悔，太早让他独立了，所以没有多久，卡斯主就推翻，这个民选的总统，变成共产的国家，好，再来看古巴跟台湾境遇做一个比较，他们两个都是因为合约被放弃，古巴独立成功，但是台湾到现在地位未定，原因是古巴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只有殖民地才有资格独立。那么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就不能独立，所以在台湾独立是无路了。再来我们看菲律宾的建国模式，一样也是因为巴黎合约，美国从西班牙取得菲律宾，受制于非独，台湾有台独，菲律宾也有非独，因他们组成反抗军游击战去骚扰美军，经常去攻打美军，那美军去追剿。菲律宾有2000多个比较大的岛，菲律宾的飞毒就你追他就跑那个岛，又跑那个岛，哦，美国头大，美军头大得很，所以后来美国就同意菲律宾给他们10年的自治期，说来，我们来协商，你继续让我管，给你们10年的自治期以后。就让你们独立，所以菲律宾，这期间中间，日军去攻陷马尼拉，3个多月就把美军赶走。那时候麦克阿瑟刚好在那边当总司令，这是麦克阿瑟这一生中最没有面子、最想闹鬼的，他的部队在菲律宾不到3个月就被日军整个占领。他还把那时候的菲律宾总统一起撤退到澳洲去。好，好，我个人在想说，为什么后来麦克阿瑟会用他的1号命令，命令蒋介石的部队来接管台湾？我在想说，是不是他因为从台湾飞去的那个，从屏东高雄的那个机场飞去，把美国在克拉克的空军基地的飞机炸的？通通炸烂掉，取得制空权以后，马上取得制海权，很快就正规部队就去占领菲律宾。麦克阿瑟败得一塌涂地，所以他为了要报残的台湾，派一个3年的国家的蒋介石的部队来接管台湾，来糟蹋台湾人。哦，到今嘛，咱还在糟蹋。好，那1945年9月2号日本投降。但是美国在1947年7月4号在美国协助下让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你注意看7月4号跟美国国庆日一样，那很有趣哦，我们2010年7月4号也是美国邀请我们到美国华盛顿使馆特区去那个设了一个办事处，去那边挂牌，也是7月4号，很有意思哦。OK， 好，再来看立陶宛建国模式。立陶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上被苏联并吞，因为立陶宛在美国的在苏联的西大概西南方，他们在1990年3月11号民间议会自己宣布独立，但是那时候国际社会大国都在观望，没有马上给他承认。那么立陶宛的人民抵制苏联军政府举办的选举，那个投票率低于30%，所以国际就不承认苏联有合法统治立陶宛的合法性，所以在1991年9月6号完成独立公投，苏联那时候他看大势已去，反而率先承认，所以我们要来看立陶宛抵制那个占领军选举的意义。好，我们来看，我们每次去参加投票，好比说总统大选，从你拿着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踏入投票所，我们先输一半了，代表你自己承认你是中华民国国民，你才会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到投票所里面去领投票单，而且在你自由意志之下你投了票，投出来的结果
统派的马英九，2008年赢过谢长廷独派的，2012年统派的马英九赢那个蔡英文，赢80万票，谢长廷那次输的更多，输200万票。你看，如果那一次、那两次你把它当作统独公投，我们输得很惨，哦，我们独派输哎，哈，哦。所以你踏入那个投票所，我们就输一半了，哦，你已经自认为你是中国人，那去了了，哦，而且你注意看哦，这个投票的结果，外国人来看那两次总统大选，你如果把它当作统独公投，外国人说那是你们台湾人自己的选择，你们要选择统派的马英九，将来如果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统一，哎，欸，那是合法的哦，哦，他们要尊重台湾人的选择，哦，所以本土台湾人应该抵制任何中华民国流亡体制下各级的选举，不管总统、立法委员、县市首长选举，我们都要抵制哈。好，琉球反团模式啊，琉球在1952年2月29号，琉球民政府成立，本身也有行政、立法、司法哈。那么在1948到58年这10年间，是用 V 型军票啊，由军方所发的军票来当作钱在使用，但是1958年以后就改用美金。但是1972年琉球还没有返还之前，啊，琉球人要去日本本土要用美国琉球民政府发行的旅行证件，好，就是长得这个样子，啊，这是琉球列岛米国民政府他们发行的旅行证件，这个就类似 passport 的功能，啊，好，那么将来我们一样，台湾民政府在美国军事政府授权下，啊，我们也要要求美国来发行这个旅行证件，啊 ，travel document， 啊，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发的，啊，将来我们也要用这张，啊，类似的，只要我们可以拿到这个旅行证件，美国跟170几个国家免签证的国家，我们一样也可以免签证，啊，好，而且我们要知道，当时琉球在1971年6月17日。美国跟日本签订琉球返还协定，好，那就是日本政府付了3亿2000万美金给美国才签这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在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把琉球返还给日本，这属南洋道。我们要注意，都没有办公投，啊，这是因为有签订这个协定，啊，不是因为公投的关系而回归日本，啊。好，我们来看琉球在美国军事占领下它的指挥结果，啊，这是在琉球返还以后，啊，20-30年以后一些解密的资料，经过日本人，啊，那些专家去拼凑出来的指挥结果。好，我们来看这个 America 合众国政府，就是美国，啊，它下面的国防部下面有美国军政府还有美国民政府，啊，它才这个单位才有资格命令去指示下面的琉球政府。那我们为什么台湾民政府会这个名会挂号，就是我们执政以后我们就变成琉球政府，那我们上面有美国军政府在指挥下命令给我们琉球政府来管冲绳的住民，啊，这是这个结果。那将来在台湾的情况一样，美国政府下面的美国国防部下面的台湾列岛美国军政府跟民政府才有命令指示在台湾的政府，就我们台湾人自己组织的政府来管台湾的住民，哦，一样将来也是这个结果，哦，好，我们60多年来在中国国民党的教育下，许多台湾人都被教育成中国人，认同中国，哦，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举每次大选都会选输，啊，我们如果把2008年跟12年的流亡中国的选举当作统独公投，结果将变成统派的台湾再被中国合法并吞，啊，这是美国其他国家都要尊重，啊，台湾人的选择。所以如果台湾被统派
的中华民国跟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把台湾并吞以后，那我们真的陷入永世浩劫啊！这是在国际法上是合法可能的啊。届时美日安保条约恐怕很难插手干涉，因为要尊重台湾人民自己投票民主权的选择啊。这真惨哦啊！好，那么如果台湾独立建国以后呢哈？要负什么责任、义务还有风险？好，就是台湾人要纳税，台湾人要自己来服兵役来保卫台湾，台湾人纳了税要来自己购买军事武器或者自己研发武器，哦，这个要花很多钱。而且还没有加入联合国之前，我们要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其他国家没有法理，还有没有义务出兵干涉。好，那么。我们以东帝汶独立建国来当例子啊，这个就是东帝汶在这里，红色这边旁边有一个流氓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跟台湾很像。我们台湾旁边也有一个流氓国家叫做阿公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我们来看它独立的情况。东帝汶在1975年11月28日从葡萄牙独立，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但是还未来得及加入联合国，九天后马上被印尼入侵并占领。1976年7月成为印尼的一个省，叫做东帝汶省。之后的20年间，统独抗争造成10到25万的人民死亡。哦，这真忝，真惨哈。好，那么1999年8月30日，在联合国监督之下举行全民公投，绝大多数人当然是同意投。同印尼独立建国，所以他们建国成功。但是公投同年的9月下旬，近一个月期间，印尼军又继续杀了1400个东帝汶人，并摧毁东帝汶大部分的国家基础设施。所以到现在，东帝汶仍然是世界上极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物资都要靠外国来帮助援助。这蛮惨哈，那时候他还没有来得及加入联合国，就被印尼军马上入侵。好，那这种独立的结果是我们要的吗？应该不是的哈。所以大家要注意，台独是很危险。台独，你独立建国成功，边啊阿公啊马上去要甲你拍，而且不止中共要打，连美国都要打。你初级班我有应该有讲过哈。好，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台湾人最近这几年生活的很不准啊，薪水退回在到13年前啊，这个是有原因啊。有过了好的但水变下来了，到现在有比较好的牙齿我看一下，有吗？没有啊，比较坏的牙齿我看一下哦，大部分歹哈，啊，这有原因，我讲给你听，一个故事了哈。在美国，你开一个国际外科手术的国际会议，那么喝下午茶的时间哈，就有3个医师在走廊聊天，一个是日本医师，一个美国医师，一个台湾医师。那日本的医师就讲说，他们现在的显微手术很发达，因为在10年前有一个5岁的小男童，他掉到轨道，哈，被地下铁的那个，啊，2只手被压过去都碎掉了，赶快送到医院，他用显微手术把它接回去，接好了，结果。他10年后哈，就是去参加，那时候15岁去参加国际钢琴比赛，他得冠军，那表示他手接得很好。好，那美国那个医师就换他来讲，说我们也是10年前有一个10岁的小男生车祸脚断掉了，所以我们就用鸵鸟的脚去给他移植过去，结果10年后哈，
他参加奥运比赛，跑冠那个招标冠军啊，哦，啊，就这两个医师就要看台湾的，看要怎么臭屁、啊。台湾这个拉一拉一公，那算什么？我们在二十年前，啊、哦，我们有一个四十岁的中壮年，也是车祸，头脑撞破了，脑汁都喷出去了。我们就用猪的脑给他移植进去哈，啊，现在这个人在台湾当总统，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过得这么难过、无助的原因之一啊！好 ，OK， 好，啊，今天杜姑讲一个笑话，好恁听啊，猪脑袋嘛，你看，伊骂阿扁啊，迄阵阿扁啊，敢那剩18%的支持率。讲叫阿扁啊，要支持，要知所进退、哦、要自动辞职。啊，伊即马甲你高趴，啊那高趴，伊爱辞职两次啊，对不对？18%爱落来，啊高趴讲唔免落来。伊甲你讲的拢去。好，安尼吼，对啦，好，继续啦哈，好，好，咱来看，在美国。管辖下来做比较，一线之隔，我们以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国做比较，这个是美国新墨西哥州，灰色的是墨西哥国，啊，这个交接处，墨西哥国的人一直在偷渡到美国的新墨西哥州，什么原因？你被美国管这个新墨西哥州喝碳价啊，好，啊，民主自由法治啊，治安好啊。OK， 所以拢一直偷渡被入去。好，再来看，啊，美墨边界嘛，美国跟加拿大，你敢有看到加拿大的人咧偷渡来美国？无呢。啊，干呐，这个墨西哥州一直被偷渡入去，美国俘虏嘛。啊，这两个加拿大跟美国水准差不多，又是自由民主的法治的国家，所以不然被偷渡了。过来，一海之隔，哦，共军占领红色中国，美军占领啊这个绿色的台湾，做比较，你看，二十几年前，哈、哦，那个中国那边很多偷渡到台湾，他们用脚投票，他们认为绿色台湾比较好，啊啊，因为绿色台湾被美军占领，红色中国被共军占领。啊，共军那边生活很困难嘛，哈、哦。二十几年前，哦，1990年，我第一次去中国，哦，真的受不了嘞。啊，真的，他们厕所都没有门嘞。哦啊，我这回去的有女孩子没上厕所，腰酸肚，贵嘞。哦。因中国人各路出逼，拢各路一个人围来看，讲好上厕所爱夹雨伞，雨伞拢嘛落雨咧夹，讲上厕所爱夹雨伞，愈一个人要看，你愈惊吼，人因愈爱甲你看，连西面嘛爱甲你看。啊，阮一个教会女孩子吼，中国人伊后第二代，啊，等于中国河唔知河北啊对吼。啊！人家敢那沙漠地区，啊，拢路拢无空，啊，坐车安尼搬车搬，啊，拢头昏吼，路即马车头前车开个后边拢头昏，等于讲等于到因租厝遐吼，拄啊看了目睭，遮拢规个头啊门，规个身躯拢头昏啦。哦啊，这即马人了，因兜的人用面汤要洗面，啊，围一堆人咧看安怎洗面啊？啊，我个人，好，你卖讲。哎，老公和国家卖讲，好，继续。那么，那伫美国军政府管辖下，主题免税、免做兵，剩落来国防军费，哈、哦，这国防军费拢爱美国负责，哈、哦，剩来经费来建设台湾，变作东方瑞士理想家，啊，唔足好诶。好个在，好个在咱迄个美军占领，唔是迄个共军，还是苏联军占领？哦，那迄个共产党军、苏联军占领，咱就惨嘛，哈、哦。好，过来，咱来台湾入联，甲中华
民国反联来做分析啊，上台前咱以台湾之名申请入联啊来做检讨，啊变啊就是咧冲用台湾的名要申请加入联合国啊，咱来看麦，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嘛，好，联合国嘛，所以你也是国家，你才有资格来加入哈。啊，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咱来检讨看麦，头顶有讲过。国家的标准就要有人口，要有领土，要有政府，要有外交官。台湾国无人口，因为咱即马咱是大日本帝国的人嘛，吼。啊，这领土是日本天皇的。即马这个政府目前咧管咱，这个叫做台湾地理当局呢，吼，嘛唔是咱的台湾民政府啦，吼。外交官是即马有22个国家，迄是中华民国。去伊个外交部去看人签咩？所以台湾国拢无，所以唔是国家。但是咱看各种拢有，台湾国看各种拢有。即拄啊作证，我定比一个咧，各种一只狗，你啊身躯细细咧，啊完了后穿西装拍领裤带，啊手牵来讲来，我带你来火箭事务所签身份证，同款。台湾人就是安尼神经。有模有样啊，伊嘛有头有面，有脚有手，啊，但是都看着都要去请身份证啊，啊，你都还袂进化变作人，吼，所以咱还袂进化做国家，所以无可能变联合国的一个国，吼。台湾目前国际地位是日属美占，啊，但是中华民国的代理，吼，好，台湾。另外就是地理名词而已啦，哈，不是国家哈。那么，假如哈，你注意哦，假如台湾要建国，有五个标准的步骤，哦，这个依据国际法理，那那叫不来啊。好了，那看哪五个步骤来？美国军事政府要进入台湾，终结国民党政权，啊，改请等于金门妈祖，啊，好，咱台湾民政府主地。台湾人管家己，过来，咱来要求，我要咱的日本母国哈，跟美国参详，和台湾学习琉球反还安尼，等于日本哈，根据台湾反还协定哈，对，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协商，看要赔偌济，我可能要300亿的美金，哦啊，你看日本政府有钱无哈？好，过来，咱来反还日本了。跟琉球一样，还完日本以后，我们还要要求日本母国的参众议院要制定领土分离条款作为法源，有这个法源依据，我们才可以办公投决定台湾的未来。这五个步骤就是国际法规定的步骤，我们要根据国际的规定。这个就有点像交通规则，全世界的交通规则都大概都一样，红灯停，绿灯才可以走，对不对？只有分左字跟右字，就是韩斗路在左边或韩斗路在右边而已，其他规则都一样。那我们如果出去都不照交通规则横冲直撞，一定会出车祸。所以我们要建国，也要按照这个，那也要看日本母国同不同意啊。如果我们返还日本以后，日本母国如果不制定领土分离条款做法院，那我们就没到这边就停止了，没有法院你就没有办法办公投啊。好，我们再来检讨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重返联合国。哦，刚刚那个是台湾的名义要加入联合国，就是联合国本来有一个席位 China 在这里。那陈水扁的意思说，我不要跟你抢这个桌子跟椅子，我自己去做一个新的桌子、新的椅子，我台湾国要来这边做，可是连门都进不去。阿扁哈发那个写信到联合国秘书处申请要加入联合国，那个信件人家看都不看，又给你推荐了嘛。好，那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要重返联合国，我们来看。1971年的10月25号，联合国的结文哈，他讲什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
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谁被赶出去？是蒋介石的代表，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的蒋介石的代表被赶出去了。这个 China 还在吗？这个 China 没有走，这个桌子也没有换，椅子也没有换，只是这个椅子换人家坐嘛，哈，椅子桌子都还在哦，椅子只是换人坐，换谁坐？当然是换毛泽东的代表来坐嘛，哈。好，这我们来看，这个 China 都还在嘛 ？China 就代表中国啊，不管你是中华民国，也是中国。他只是换政府的代表，毛泽东的政府的代表来做，蒋介石政府的人被赶出去，查理加 China 都还在，所以中国没有离开联合国，中国没有被赶出联合国。我们常常讲说中华民国被赶出联合国，没有，中国都还在，只是换政府的代表，毛泽东政府的代表进去做。好 OK，我们来解读 China 瓷器，也叫 China， 也叫支那，支那是日本的音译 China， 哈，支那，哈，台语讲菜拿，好，啊，今嘛吼，较早拢讲食国民党，今嘛讲支那，哈，共产党吼，啊，今嘛，因拢吃公的嘛，利用公位咧办宴席，哦，还你嘛吃共产党诶，对吧？啊，今仔买吃对共产党，拢吃哪？哦，啊，即嘛都市更新要拆哪？拆了，咁建商会当起厝，会当分钱啊，就拆哪？啊，即嘛来讲哪边有钱哪？啊，对了，有钱通歪哥了哈。啊，真趣味哦。因即马咧，中国的中毒啊，那足侪咧，无囝拢伫欧美，拢伫美国、加拿大，啊钱拢回回去国啊，啊干那剩迄个翁、迄个老爸伫中国咧歪哥继续歪歪歪，一直拢寄出去。啊，你搞想80%的高级干部，中国高级干部，因的无囝拢伫美国、欧美民主国家呀。你讲这个国家讲会点外强，我真怀疑哈，美国那伊若讲要跟美国收钱，美国干那个，因只个无惊拢掠了去集中营，哇，因中国就投降啊。好，那么以中华民国名义要重返联合国，在国际法规定哈，中华民国在1949年就已经亡国，已经没有办法代表中国了嘛哈，啊，所以他只剩下金门马祖是一个残余的国家，哦，西爪瓦贝溜，哦，头前拢死呀，剩后边这金门马祖要滴嘞，要来叮当，哦，好，中华民国已经死呀，所以要如何还联啊，哦？那么台湾国还没出世，变哪路嘞？啊，一个死呀，啊，一个还没出世，哦 ，OK。啊，有三个精神病患吼，这个故事我来讲一下。一个精神医院吼，拢关精神病人啊。这三个有三个吼，伊这每三个月拢爱来诊疗室，和精神科医师各个鉴定，看有进步哪较好诶，一定会处理。哦，所以今麦就来诊疗室，医生就伫这个白墙壁，画一个门，搁画一个锁把门把。讲阿恁三个好啊，一定有只处理啊。哎，真正两个撞起来去抢迄个门把呢。啊，就讲啊，这两个搁俩等于关。啊，讲哦啊，这个较正常，这个拢无避开。哎，医生就装满呀，起码有一个医好啊吼。啊，你太不爱处理。迄个起来甲医生讲，啊，迄两个笑诶。啊，锁匙伫我遮无来，甲我摕锁匙，他有法度处理。哇，啊，这个佫较吃力，这个还佫关较久，吼，这个佫较严重。啊，所以
期望越高，摔得越重。好，你今麦来看这三个人哈，因三个是咪拢无是家己有病，对吧？拢认为好啊，两个拢要出去，好啊，要出去。啊，另外一个讲啊，手机伫我家呢，你无来搞提手机，要哪出去？好，啊，头前迄两个冲去开门的哈。就是拢无意识，无台湾意识，无独立思考能力，无党无派，哈，野乡对白，人讲就行。人来招工来台北一日游来抗议哦，啊，就对你行，好吧？我定讲的讲，迄谢亚华，就是看恁台湾人气甲要崩去啊！吼，光因招招的来，凯达格兰大道总统府头前遐花花美美娇娇的。搞了，佫虽然等于属龙工商，佫继续拍拼。啊，讲着拍拼哦，国民党拢甲咱骗，叫咱台湾人爱拼经济、拼经济、拼经济，拢无咧叫咱讲拼政治、拼政治、拼政治。啊，咱拼经济好，咱台湾人佫该抢一条爱拼较会赢哦。啊，拢少年拼拢过头哦，啊，食老卡所赚的钱佫摕一杯药啊，看医生。啊，搁行刑出去啊！啊，无就变卖纳税金，予国民党咧歪割，吼、哦。好，过来第三位是独派人士，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啊，这个民进党，我若感觉民进党的人咧讲，啊，恁咧台湾民政府较几万人呢，阮民进党吼三四十万的党员。啊！恁无靠无话完，建国独立才会成功。啊，咱都唔是要独立建国的，伊拢搞不清楚，吼、哦。伊讲啊，都独立建国的设计拢伫阮手里呐，吼、哦。民进党就是差不多这个想法。阮人上济，人上济无够，爱有国际法律，吼、哦，照国际法律来行，吼、哦。啊，所以台湾人唔好戆戆安尼从牵咧行。啊，咱即马吼。咱甲讲，即个故事吼，都即个理解吼了。啊，甲一个人我咧堪咪咧讲的是，伊不是吼，总惊来甲我崩看，你有发烧无？啊，你有破头壳歹无？来甲恁比，定安尼呢？啊，咱有一个同心吼，伫高雄遐有一个叫做龙发堂，捌听过？啊，伊伫遐做志工。哎、啊，就是有看一个讲，啊，都好些好些。哎、欸，就是较早无精神医院，做迄个师傅啊，吼，法官去甲遐个，用关伫房间遐个人拢甲接收来伫遐照顾，甲因学讲古话无？啊，甲出去表演趁钱安尼。啊，伊伫遐做志工，啊，看一个人都好些好些，堪咪咧讲话拢敢那正常。伊甲问讲，啊，你都好些好些，你太不爱出去。结果迄个甲伊安怎？无好，外口做危险的。伊讲是安怎？外口做危险？外口拢笑的。啊，到底上下我怎么搞不清楚？听外口介侪人讲，咱是诈骗集团，啊，无就是拢笑的。嘿，我看人咧讲这個，讲咱还佫大日本帝国。日本的天皇的那都靠可怜，啊！你有发烧无？哎，啊！你有头壳破的无？啊！所以咱出去跟人讲，你也莫受气，吼、哦！因为69年来，台湾人用教育家拢忘了自己是谁，忘了我们是大日本天皇的臣民，吼、哦！咱的国家叫做大日本国，吼、哦！唔是中华民国，嘛唔是中国，咱唔是中国人。咱是大日本国的台湾人，哈！啊，你若咧跟伊讲，伊若咧跟伊收钱，你爱忍耐，唔好跟伊愈亮愈大声，让个暗棍棍捉我条，无效。你爱学一部叫做台湾那个闽南语讲的“软舌牵牛”，啊是“软舌困猪”，哈，对吧？啊，唔好跟伊争个，有时啊会让清官都。白动脑筋啊，那麻烦的吼，好。
好，那么理想建构台湾未来的模式哈，伫美国军政府底下，咱台湾民政府来台湾人主地，啊，就学立陶宛模式，改个投票率低50%，安尼外国的人就知影讲，啊，咱无爱个即个非法的国民党政府来管哈，啊，就学琉球模式哈，啊，就看日本作为邦联还是联邦，或者将来上尾啊。咱嘛会当要求讲，咱变做一个中立国，含日本、中国、含美国拢等距外交安尼啊。都，比如咱将来呐，家己会当做一个国家的事，还是足久足久，咱可能看袂到啦哈。啊，即嘛先甲你讲这个概念哈。有好，过来咱来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哈。足侪人讲啊，咱无爱叫。美国拨经费，我咱民政府来发展组织啦，啊，就他不要叫美国军队赶紧来占领台湾哈，来接管台湾，吼，甲国民党赶出去，啊，啊，他不要甲国民党的这个流氓中华民国刷去金门马祖，啊，这听起来拢对啦，但是咱的新闻唔对，吼，你莫忘记咱是被占领者，美国是占领者，徛伫顶冠，啊，咱说下骹，敢那？员工咧指挥董事长，讲啊，这涂骹全垃圾啊，你太无扫扫嘞啊！董事长，你嘛扫扫嘞，安尼，就差不多这個意思哈。啊，咱来知影讲，二战时美国与日本是敌对，现在我们是被占领者，美国是占领者。美国对台湾民政府两项要求，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就是爱四千人啊，啊个身份证哈，爱。就较侪人来签身份证，好，好，过来，这个后语，台湾是一只未沉的防空母舰，台湾人叫讲爱亲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不存的航空母舰，这是麦克阿瑟讲的，哈，台湾这你飞弹搁一千粒来个炸也炸未沉，哈，啊，那么台湾伫遮，日本伫遮，阿强伫遮，美国伫遮。我定有只暗时啊咧困，要困进咧空虚梦中吼。台湾奈遐歹运拄啊边后一个罗马国家叫阿强啊。我想讲，啊那将来咱民政府执政吼，我咧做讲参考啦，来开国际标，开两红绿啊，叫全世界发明家、科学家发明上大个上大机的机啊，为台湾下骹甲固固固甲固好当，啊佫发明上大粒的引擎。上有力的，甲倒落下骹，啊，准甲开吼，为只开来到遮，找这个加州南部这风调雨顺、无风台的所在，甲搁浅，差不多这个位啦。哦，这加州的南部的圣地亚哥，外靠呀，啊，但是较细节，唔好使伫过头侵入领海，吼，唔好使上歪。保持一点距离。安尼，阿公阿公以为飞弹 M 组的飞弹咧射程300公里的吼，伊即马是十五到这落落，无多射来到遮。啊，当然伊有迄洲际飞弹足寡粒的，但迄一粒拢几啊亿，伊做袂遐济啦，吼。啊，若唔拄好射着过头，伊射着美国，啊，拄好美国咧找无机会要甲修理，你若射着加州的美国领土，美国就有机会甲修理。趁即马美，迄个阿强啊，无个，实在一个也袂用吼。更加，伊咧美国咧找机会，要甲修理，咧找无机会咧哈。哎，好。阿强啊，吼，十年前落去甲乌克兰买空壳啊，航空母舰瓦良格哈，经过十年改装，出海试航，哦，牙烟牙即型个，惊死人，敢若火烧迄款嘞。啊，这都拿安尼处理吼，拢拿要开咪修正，拢唔免啥物 GPS 啥物卫星定位，看遐个枪烟炮弹啊，下就掉啊，就点落啊，真正吼。啊，所以我咱然后两年外前伊开始出来试航，我拢甲笑，伊号这个名叫做瓦良格号，啊，这翻做闽南语都啊瓦良公号啊。有成啦吼，我两公号，你看这两公啊，后人演员
欸，今麦什么时代啊？年龄增加，佫会穿个，嗯，这我看是兄煤炭的咧，可能兄煤炭的款，佫唔是食油的，哦，啊，所以瓦良格号出人，我甲笑吼，伊即摆歹势佫改名，改做私人号好无？私人迄、那个迄、那个引清兵入台湾，甲郑成功消袂掉，啊，私人台语多啊，私人号啊。哇，还是啊，规船拢死人啊！哎呀，啊！啊，即马咱个啊，潮语即马佫改啊，改讲辽宁号啊，对啊，无唔对啊，啊，即闽南语讲做啊辽宁啊。啊，这两公我两公啊，佫死人啊，佫辽宁啊，他即只敢袂当修建，真正袂建的，因为即只船全世界航空母舰顶员无飞机的都啊即只。无飞人机的算啥物航空母舰呐、啊？哎呀、啊，啊个，迄阵俄罗斯佫袂瘾卖伊迄个航空母舰，你呐飞人机落来爱有迄拦截锁，俄罗斯佫无爱卖伊，啊伊佫无落做，吼、哦、啊所以浪一站拢无这个瓦亚索通个救嘛，而且你无看迄瓦亚索，迄足算足高科技的，伊爱。轮搁用，迄落来冲击力袂差等于吼，还真高科技，啊伊个无迄个基础材料科学啊，伊做袂出来，一歪手伊做袂出来，吼、哦、啊所以到尾也毋知去对工买条中国个，即马有啊，即马有中国个歪手吼，嘿，好啊，好，啊中国科技真有强大吗？咱来看吼、哦，美国伫四十几年前因着。阿姆斯壮，啊，这个壮混唔对啊，登陆月球，不小心撞上去的。哦，四十几年前因就登陆月球啊呢，啊，但是阿强啊，到2012年在咧学习太空舱对接，啊，搁咧看变那技术呢。哦，啊，另外咱都差人四十几年啊，吼、哦。好，好，好，啊，球了，搁恢复正常了，吼、哦。台湾经过多年来民主选举，逐渐转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嗯，到这个逐渐转变哦，我做个秘书长讲啊，伊脚踏车看看起啊，看看转变的变变主的。看我咧，我有啦有啦，我较早读初中骑脚踏车，尾啊做兵了上班，公司有发乌多麦，我骑，迄安尼有啦。到尾啊，吼，家己做小头家有家己买车有影。我都唔捌讲脚踏车骑起来变主啊，无法度。但是都有人咧讲咧吼，咧国际法是无这个法官吼，唔捌有这个法官。国际法嘛无这个先例。吼，台湾的战争在还未形成，主权还佫底下伫美国手里。我常咧讲，这是台湾即马底下伫美国，就是因为战争在无形。吼，琉球已经。行战争在3亿2000万美金，所以美国就先予日本啊。那么台湾，咱当初飞行器迄间克拉克空军基地刚很歹灭了了，啊，为台湾赛出哩嘞，这个神龙特工队有无？迄间炸美国的军舰，啊，甲人美国飞行器拍来，美军予你拍死，哎，这你免赔哦。啊，所以伫阿哩这个情况下，台湾无可能。啊，日本赔就是咱咧要求日本的母国扛，对啊，咱的日本母国爱扛美国政府协商，看要赔偌济啊，无唔对啊，哎呀，啊，所以美国嘛有讲啊，台独代表战争，就是你战争再无形，你就要搞独立出去，当然美国要甲伊拍，哈，好，过来，实施有两种对不？台湾也有两种，我来看，一个叫做政治台湾。就是即卖台湾治理当局，就是流氓中华民国，伊即卖咧甲咱管，啊伊个头家叫做美国在台协会 AIT， 伊顶管的头家叫做国务院，啊顶管的头家叫做美国总统，啊同款有一个法理台湾，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哈，伊个头家是美国台湾军政府，顶管国防部，去年嘛是美国总统，这边甲这边对一台不共，政治台湾会当。所以地变，乌的工作白，白的工作乌的。
哦，政敌就是高明的骗术。但是法理台湾这个法理就是一板一眼，对就对，唔对就唔对。那唔对时，就比如讲台海危机，美国的根据台湾关系法这个法理，伊就塞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唔免咱台湾人去甲要求，伊就会开来保护啊。哦，这就是这边国防部这边甲美国军政府，这拢叫波来，哦，叫战争法来，哈，哦，OK。再来，咱来分贴大日本国与大日本帝国啊。新的日本在1952年4月28日正式脱离大日本帝国啊，伊在1956年12月18日加入联合国而自治。以前的日本哈，大日本国，跟即卖新的日本国已经无同。哈，以前的大日本帝国是跟同盟国，迄51个国家咧修建，啊，迄51个国家尾啊成立联合国，啊，即卖这个新日本加入联合国，欸，啊，就是加入敌营去啊咧，哈。啊，所以即卖日本政府是自治政府，哈。啊，头拄仔咧讲，大日本帝国的这些红色的这大日本帝国的这些红色，这台湾啦、啊、哈、琉球啦、啊、韩国，啊，甲日本的四大岛，包括这个千岛、群岛，哈，啊，搁南海，哈，这是大日本帝国，这咱来搞清楚。啊，我头拄仔咧讲了，拄啊，这三个所在，拢被美国甲限制核武，限制东、限制西，哈。好，咱今嘛来看，什么人会当称为台湾人？有人讲认同台湾的人就是台湾人，错哈。啊，那这个法理也通，讲啊，认同台湾的人就是台湾人。啊，我那我开美国，我认同美国啊，我变美国人嘛？不是啊，你要做美国人，你要经过合法的哈、哦、手续哈，爱、哦、移民哈。哦爱台湾人，就是台湾人。歹势，胡锦涛、哈、哦、习近平、江泽民都会爱台湾呢，爱到要死呢，要爱互咱死呢。哦，所以嘛，袂使讲爱台湾人就会当做台湾人，唔是。过来，啊，住伫台湾人，哦，即马叫有住新住民甲旧住民嘛，哦，新住民就是中国走路来遐，唔是住伫台湾的，就是台湾人啦，哈、哦。新住民因是中国人，啊，咱旧住民咱是大日本国台湾人，哈，嗯，过来讲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歹者，这就是中国人啦，唔是台湾人，哈。所以以上这位，你若要做台湾人，要经过医院，啊个自愿，个经过合法的程序，哦，都要经过咱台湾那个公民权利法案的规定，哈，叫不来，哈。才可以哈，好，啊，这里 class T W 哈，你若有 T W 这个身份哈，你才有资格将来做公务人员，哈，啊，参加选举。你若无 T W 的身份哈，那中国人无这个身份咯，所以因将来咱的公告人员都拢台湾人，哈，你要做老师，你嘛要有 T W 身份，所以尾啊，这中国这中国人拢爱退出。公务员退出，老师退出，啊，啊，伊无资格参加选举，伊袂当做候选人，嘛就无资格去投票，都要 T W 身份人较有资格。所以将来台湾的前途，都拢咱本土台湾人有 T W 身份人来决定，迄阵都无男女对抗啊，都无像即卖男女对抗，哈。好，啊，咱你若要变做正港的台湾人，爱透过这个公民权利法案，经过合法申请，甲那个。审核的程序，哈，你得这样提的身份证，哈。我是台湾人，唔是中国人。我爱台湾，我提台湾政府身份证。你得要提这张，那靠有张证明讲你是本土台湾人。你若提这张，这是中国人，哈。好，啊，这是申请书，啊，日属美赞。好，那么我对于咱本土台湾人有一挂期许，啊，咱台湾人拢讲啊，咱即马。咱有三明治，有三立电视台，有民视，有自由时报，哦，这拢咧替台湾发声，哦，咱稳当会赢，结果
历来选举，除了三家都，吼、哦，差不多咱查拢袂赢吼。啊，即拄啊，国民党拄啊，像即张成功大捷迄张榕树，发家安尼，吼、哦，伫台湾，即伫台湾诶，驻台湾会官，食甲安尼肥肥，遮大张，遮大张，遮大块。啊，你三明治吼、哦，你甲骂，你甲吵，拢咧树尾咧做红毯尔。这张球啊，无啥算着。但是咱台湾民政府依照国际法理，咱是要来乌伊个球啊根。这球啊根乌断吼，伊就输无水，伊就枯萎。小可一个风来吹来，伊就变过啊。吼、哦，咱就是咧做这个工作，咱来遮受训，咱就是要学做头拄啊迄个精神病的医生，唔是秘书长讲个咧哦，是我咧讲个这三个。哦，精神病患的迄个医师，哦，咱是民政府来遮学习，学做医生，要来医外口遐，真侪拢笑伊个，头壳歹伊个，拢变做中国人遐，哦，啊，咱要讲医，讲话学好，哦，爱学到讲会当甲电脑接去中国人个脑呢，哦，爱学到差不多程度，哦，啊，所以咱。秘书长的车，咱来看哈。啊，台湾咱咧，这台湾有水无？足水哦，哈！真正是美丽岛哈。啊，这2008年，我十一月我去爬山翕的，我无想到讲三四年后我会用到这张。好、哦、啊，真正这伫东海岸无唔对。你搞不好这个所在，这拄好伫个满洲的东边外海，搞不好就是。牡丹社事件，迄个琉球，因迄移民登陆的所在搞不好，哈、哦，搞不好啦，我是用以为啦，因为迄阵伊嘛就为东海岸爬起来，啊，迄个南台湾族，吼、哦，诶，原住民甲台籍，吼、哦，啊，咱足可惜，咱四百年来拢咧做人的基地，第一荷兰人来，咱做伊的贸易的基地，因来台湾拢要求。高山原住民，吼、哦，平埔族，迄阵鹿啊，鹿口、梅花鹿，也是水鹿，比人较济。你出去，都像即摆你出门爱说你莫有车弄着，啊，迄阵出门莫有鹿啊弄着，哦，你出去不小心被鹿撞。啊，伊荷兰人迄阵海上强国，伊全世界咧出有价值的物件，吼、哦，南货北运，北货南运，吼、哦，啊，所以。只要有出路啊，伊要爱如何赔，会当卖去东欧、哈、北欧，还是像韩国，还是迄个什么日本的东迄、那个上北边遐、哈、北海道，遐人需要皮衣、哈、所以也能赚足钱，咱做边缘贸易基地。啊，糖嘛，在台湾做糖，啊，糖迄阵高算高奢侈品，嘛能赚足侪钱。哦，啊来，我郑成功来。我伊讲要做反清复明的复清基地，咱搁做伊个基地。啊，台青来，因何做呐？外国个基地，三年关，两年满，两年就落地满。哦，换日本来，发现台湾人遐报道，啊，真认真经营。哦，台湾变做粮仓，因有起这个乌山头水库了，台湾变做粮仓。啊，所以会当做南进。太平洋的基地，哦，南太平洋这边的基地，因为你若要修建，一定要有牛草，啊，拄啊台湾会当提供牛草，因为三军未动，粮草要先行，所以台湾如拄啊会当出产这些牛食，会当供应日军去攻打菲律宾啊，攻打其他的南太平洋。我建楼换中华民国来，咱搁变反攻大陆复兴基地啊，夭壽啊！69年啊，还搁咧，吼，咱搁要帮病人的基地，啊，你注意看，我迄阵翕片嘛无注意，其实这就是一个基地，这九鹏湾飞弹发射试验基地，哦，这我若无讲，你可能唔知，哦，你看这电源屏，这是人造物，哦，所以咱拢一直咧做人的基地，足可惜的，吼，啊，希望咱台湾将来，吼，伫咱民政府。这个法理论述之下，我咱台湾人拢觉醒起来，为了台湾人前途，哦，咱来继续拍拼，哦，我今仔
讲到这，多谢各位，谢谢。